元旦假期将至，人员流动增多，探亲访友、旅游出行、聚会聚餐等增加，呼吸道疾病的传染风险加大。要加强监测预警和风险评估，及时掌握不同病源的流行特征和病原谱变化，动态发布健康风险提示，做好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和食源性疾病监测工作。要加大医疗资源统筹，充实门急诊、儿科、呼吸、重症等医疗力量，加强医疗机构常用药品检测试剂、医疗设备、收治床位等准备。二级以上医院发热门诊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发热诊室保持应设尽设，应开尽开。要严格值班值守，配齐配强力量，加强对低温雨雪冰冻等极端灾害天气的医疗应急救援处置工作。气温变化大，心脑血管和呼吸系统疾病患者要增强自我保护意识，注意防寒保暖，规律作息，出现不适及时就医，防范寒冷天气给健康带来的不利影响。学校、养老、托幼和社会福利机构等重点场所以及空间密闭场所要做好人员监测、个人防护、健康监测、通风消毒和出入管理等。